多年来呢，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。这么两个大国啊，不打交道是不行的，想改变对方也是不切实际的，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。我还是那个看法，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，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问题。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，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寄语。中美两国历史文化、社会制度、发展道路不同，这是客观现实。但是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，完全可以超越分歧，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。我坚信呢，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。这车好漂亮，这是红旗车，国产。